养花先养根，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我们想要养好根却是有技巧的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吊兰，现在长的这个根系条条的是又粗又大，而且呢长得是非常的夸张。那么有什么技巧才能把这个吊兰养的这个根这么粗大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给它定期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就可以了。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呢，它可以改良土壤，它里面的有机质非常丰富，还有有效活菌可以改良土壤，让土壤疏松透气。只需要每个月在花盆的边缘给它撒上一圈，这样的话呢，土壤就会被改良，变得疏松透气，根系自然就长得更加发达。那么这种微生物菌剂不单吊兰可以用，家里面的所有花卉，只要是用土来种的花，都可以使用微生物菌剂来改良土壤，促进它长根。所以说大家家里面养有花，一定要给它备上几包这种微生物菌剂来改良土壤，让它根系发达，自然长势旺盛，开花多就没问题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